这样跟着，怎么往黄金单身感觉渣渣，我们往肖文杰才像。你学一个肖文杰。现在没化妆，昨天没关系，看你的神态。你学一首尚雯婕的歌给我听好吗？昨天唱《Never Never Never Mind》，我唱的是那个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对吧？你唱一下，对了，对，没有唱，我在配对型。你唱，你唱一首。对，你打遍了一片，真的，我这么年轻，因为你学习我模仿这个精髓，打遍了一片天空。你什么时候交学费？哎，你教我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？好难做这个，我真的不想学，真的太丑。每次看到王祖豪在扮谁的时候，就觉得一股心酸。这两个月这里，我每次要对扮的时候，他们说那个弹幕上面就。其实模仿金星老师真的不像，特别像容嬷嬷模仿的。我模仿金星那天在你旁边好像，就是我在旁边不说话，就那个嘴，因为金老师是这个地方。我画了一点点出来，然后这儿有一个，而且这儿高光大，因为他嘴有点凸，凸出来就肉的。对。还是看人。一定要模仿他那个别人，比别人特别就像王祖蓝模仿金星老师的劣质版山寨版啊。他模仿的是王祖蓝模仿金星，模仿王祖蓝给我看呗。王祖蓝，我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对啊。他来了。